迄个1998年9月30日，我就职，第一名就走对红山的陆军官吼，啊，然后隔了两三天就参加就业博览会，哇，人山人海，差不多来3万个，啊，要提供5000个头路，啊，大家拢面有面甲，有的是四大人带囡仔到顶来，那种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，至少有个工作。全家都有这样的期待，从1999年3月5月以后，就逐渐改变。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到交通大学啊，要10000个工作，那天滴滴答答总共来了3000多人，那校长也有点烦恼，说糟糕，好多人都委托他，今天要多少，哪一个要多少？那时候他不，他就来，我是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啊。先进来，然后熟悉工作以后，你最起码让自己先定下心，然后在工作中会有一些表现。那随着景气好，老板一定会给你加薪嘛。啊，若无给你加薪，你就练一些功夫咯。别个人若加薪水给你，你就甲转过啊吼。安尼先求有啦吼，啊，再过来求好。吼，2月份照季节性来推估啊。可能失业率会爬上来，所以爱扣三鬼跟杀都对啊，这个一定很重要啊。那我们这个平台一定要做，我知道老委会非常用心啊，你看你网站还有各种这个做媒啦哈，就跟他做媒人赶快哈。所以我现在鼓励好朋友哈，找到工作稳定了，结婚，100年结婚了哈，百年好合就好几个。Many 101年，台湾最漂亮的建筑物，101年。你看，男生生下来就是像101大楼一样高大英俊，女生呢亭亭玉立啊、哦。而且明年又是龙年了哈、哦，龙翔凤舞啊、哦。你看，今年若无结婚，实在袂使啊。政府很努力，这2年多来改善经营环境，两岸和平稳定，陆客来台观光，直航方便大家。最重要还有很大的努力，就是在降税，轻税减政是马总统的政策，是我很努力贯彻的目标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成家立业，连生孩子都100分，谢谢。谢谢院长。OK， 感恩。这百合我很喜欢，百年好合。感恩。就业美好，这是我们新进的。院长你好。院长，我们这个是业界办的。啊，爷爷还有。对，而且是业界 support 的，就是我们在宝城那边。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这个妈妈好，对，告诉你，百年好合，这个媒合也是希望可以找到好工作，赚很多，院长我是。